好，我是小兰导演李易芳。我觉得我职业有点飘渺，现在我是小兰的导演，可是片子一结束我可能什么也不是。但是我很喜欢拍片，我喜欢在现场拍摄的感觉，喜欢和很棒的影视工作人员一起创作的状态。拍片有时候很痛苦，可是对我来说，我有拍片能够治愈拍片的痛苦，大概就像鸦片一样吧。